小孩们是全世界最爱干净的生物。好啊，高跨姐。好。屁屁纠察队 ，Action！ 为什么要来这种黄黄的地方啊？我们来逛市场啊。那有卖番茄吗？那有卖玉米吗？啊、你看，有鸡耶。阿姨，你在说啥？我说给卡村啊。为什么给卡村爱用水洗啊？你若不用水洗，给卡村的臭头无好食。啊，你粉塑料，卡村嘛有用水洗吗？无呢，啊，你的尻川会臭臭，尻川爱洗哦，哈哈哈哈哈。当然要捡起来啊，而且捡起来之后还要帮他用水擦擦屁股。为什么要用水湿湿的擦屁股？这样才干净啊，不然便便都会留在屁股上，哎，这样是不是很恶心？阿姨，你会用湿湿的擦你的屁屁吗？不会。阿姨，阿姨好脏哦。我对啊，我上大号啊。啊，你有洗手吗？有啊，不然很脏哎。你有洗屁屁吗？没有呢。好臭，臭！来来来来，屁屁纠察队持续进行中，你敢接受挑战吗？